啡啡拍的音像合成样片正式发通，今天要拍的颁奖典礼，从112件作品当中，有24个参赛者得奖。一条作品内容包含人物故事、三期技术，还有文化传承。主办单位每次希望大棒办比赛，鼓励行客当年向下来关心客家议题，唔好输到传统嘅汉字同客庄嘅神法记录下来。都系卢料行，现在新主人姜英雄嘅。啲长长嘅自然生态风景度，蔡天然向下经营沙期，一条卢料行从头位看到嘅景色，就系啲经过环境污染过后，重要嘅元素经营成果。怎样费用的三年的时间，同沙期的变化记录下来。台山现在看到全部是老人家，啊，老人家有一个特色是，你们讲哈会检查呢，因为讲谈到几多会上，你是融入他们的生活。哈维菲头一摆喷发通来小摄客家的影像，参赛的作品主题纪录片，并有人用通话来表现，唔单唱纪录行业的想法，并有人讨论客庄的新住民议题，无出系拍摄恐怖受难者的故事。泰坦山的浪漫唔系只系那个幼童法庭啊，还有动音啊，该经历系是动精彩。加技術做得唔過加內容嚇，落個加個沙期嚇，係佢生發的空間嚇差向多，就固定按落啲標籤化，哦，呢啲都係最大嘅問題。平心講，一道得獎嘅作品都超越咗傳統客家意象，比其他跳高一種不同。咱辦會要行下到作品，來深入討論客眾嘅議題。客家新聞陳欣連兩人台北報道。